快了吗？公司辛苦一年了，今天老板请大家吃尾牙。不是啊，因为你是本公司唯一的一个员工兼老公兼财务兼大杂，所以你今天尽量点好不好？餐厅员工自己选。终于吃到了。嗯，你慢慢先忙，我来研究菜单。可能是酒贵，但食物没有到很贵。牛排应该，他们说那个 lobster 好吃。真的啊？可是你可能不想吃面包吧？我想吃面包。对，他的 lobster 是好吃的。而且那天我看到小红书上面有人说，点餐的时候服务生都会问你说你要 sparkling water、still water。然后我很聪明，我说 tap water。是啊。可是现在很多餐厅都跟你说哦，我没有 tap water 啊。对，可是他们就是说就是可能一块两，那天我去了，他说一块钱，就是一直 free flow 的 still water。哦 ，sparkling。哦。上次我们去那个也是啊，3块钱、10块钱。我只是想跟你说，我是一个贤妻良母，我有帮你省钱。要是我的话，我就直接叫气泡水。强调给这么多面包，我吃完这个就饱了吧？哎呦！这个很像泡芙啊！它是法国还是意大利餐厅？法国。不用涂奶油吗？嗯，就已经很好吃了。它里面 cheese 啊！这里面是 cheese。Oh yeah. Can I just get a glass of the Malbec? Just a glass. Yeah. What about you, madam? Feels good.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每次都很难吃。No drinks for her. 就是我每次都很难起口这件事情，因为我既不喝酒，我又不喜欢喝饮料，然后每次都。可是餐厅就会很想要你点饮料，但我每次都说我想喝水。嗯。所以我都会这样看你，把球丢给你。董事长要感谢你今年一整年辛苦的付出，谢谢你，没有你真的就没有今天的我。哇，这奶油太好吃了！就像我是说了一年，但是你自己来吃过啦。对啊，我不是因为你想带我来吃。对啊。我只能说你真的越来越了解我，现在抓我的喜好都抓得很准。你不觉得瓜牛跟螺肉不一样？是螺肉最后是真的是海味，是鲜的。可是瓜牛你嚼到最后舌根真的是 earthy 的味道，哎，好酷哦，好像吃了一口土一样。我真的会再来，只是因为这个面包懒。Hello. Good evening. So the lobster roll with avocado for sharing. Be careful, ma'am. The plate is very hot, huh? Anyway. Oh, this comes with chips as well. It's come together with the fries. Wow. Oh, yay. And the ribeye is medium well for you, sir. Also, be careful, sir. The plate is very hot, huh? Sure. We already sliced for you. Thank you. Wow, 不知道有这么多食材呀。没办法，你想独点两个妹，一定是两个食材。我刚才本来是可以换别的嘛。Cheers。它好贴心哦，它连盘子都是烫的，这样食物就可以保温，又肥又嫩又好吃。单吃一口龙虾看看，好吃吗？好吃耶，就不是很像那种素食，真的好吃。连我最不期待的薯条都好好吃哦，它里面炸的好松，里面是薯泥。你不觉得它的黑胡椒酱不是那种普通的黑胡椒酱，它有加了点什么？碗刚留给我这块好肥，好好吃哦！哇，它的肥肉有带筋，好好吃哦！你看这块，本来我刚刚还在想说，我们赶礼拜五来金沙真的是疯了，因为好多人哦。但是吃了这一餐，心情真好。Happy anniversary! Why?你昨天留言定位的时候到底留了什么？继承跟哪个野女人的纪念日？其实今天是特地来拍一下金沙的今年圣诞节长这样。
每个角落都可以拍出时尚大片，跟去年好像差不多。Hello， 有吗？有吗？哦，没有，谢谢。啊，拿两个，拿一下。哦，两个好。拿，我现在心跳好快哦。有一个倾向，就是当我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帮他生孩子哦，是很想要煮东西给他吃。我今天其实是要做饭给我公司的人吃，我想要帮他们明天中午带便当。就我这个人很慢热啊，我现在到了六个月了才开始有归属感。我以前进公司都在超级紧张，真的是慢慢发现到最近我不怕了，而且每次进去都有回家的感觉。因为我每次做饭都会 po 在 IG 限时动态，然后公司同事看到，每次都说好好吃哦。我就想说，虽然这些都只是普通的家常菜啦，但是台湾的口味跟这边还是比较不常吃到，我就很想要做做看给他们吃。卤东西很简单的，只要你葱姜蒜下够本，就会很好吃。超市买回来的鹌鹑蛋是长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像煮水煮蛋一样，先把它煮熟。把鹌鹑蛋煮成缩小版的水煮蛋，剥壳。你知道鹌鹑蛋的壳真的可以很细很碎，有时候如果你手太嫩呢、它的触感真的力道可以像小玻璃一样哎。所以秘诀就是你要把它彻底的敲碎，这样蛋壳就会非常的好剥，就会这样一片。这个掉下来，这个碗太窄了，换一个宽底一点的。倒一点台湾无添加的酱油，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备其他的料，那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先把鹌鹑蛋泡酱油，让它上色。有些人是很喜欢吃豆腐干的啊，我在新加坡真的没有找到好吃的豆腐干，我在想说我要不要自己来进口。记得时不时都要翻一下鹌鹑蛋，让每一面都可以均匀上色。今天卤的三样东西是豆干、鸡翅、鹌鹑蛋。油锅热，我们先来爆香大蒜、姜、葱白跟辣椒。这步非常重要哦，火不要开太大，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完整彻底的爆香出来。而且最后这些大蒜啊、葱、辣椒都会被卤的软绵绵的，很够味，比肉还好吃。我大概爆香了10分钟，大蒜都被炸透了，可以来放鸡肉了。下鸡翅稍微煎一下表面，倒一点蚝油，倒一点米酒，把泡着酱油的鹌鹑蛋倒下来。加冰糖，加热水，加豆干，加剩下来的葱绿，搅拌均匀，盖上锅盖，中小火就好。我们卤个30分钟，30分钟到了，呜呼！卤菜是前一天晚上做好的，冰过更好吃。青菜是早上现炒的，饭也是早上焖好的，都装好了，再加5杯蒸奶。那我今天不是要在商场，我要去2楼。
哇，又换新的陈设了。我今天是 Grab Food， 没有手。Sorry， 打扰你。我就放了，我就走了。This city has a special morning voice. Speaks to me through an open window, masquerading as noise.